出门多拦箭啊！给你们多看一看这个，这个游戏之中的新装备啊！全军出击！这是打野刀，冰雹刀刃，灰烬小刀啊！这个效果都是差不多的。就是一个深寒惩戒，一个挑战惩戒啊！死刑宣告800块，耀光啊！我们第一件装备啊，神话装备，可血战斧，可血战斧啊！第一件装备。直接跟他干，这铁男上来，我们征服者就随便干。哟，教学不了了，兄弟们，这把上来拿一血了，好，停止教学。怎么会的呢？我那个药瓶为啥没回血呀？感觉呀，我这药瓶没回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上来点药瓶没回血，失败了。哎呀，失败呀！有 bug，可能是 bug。可以上，我二了。300块可以，哎，回血了呀！但一级感觉好像没回上多少血呀。下回应该还能打。下边我们升到四级，可以跟他打。哇，狗熊可以呀，狗熊。哎呦，我狗熊！下一把啊，不用这么干咳，下一把不用这么干咳。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要自己再上路打，要不然这就变成什么的呢？这就变成别人给我们帮起来的了。这把给我干咳死他，下把咱就别干咳了啊，别来我这干咳，我不用。哎呀！哎呀，回家啊！就这水晶先锋斯卡拉想跟我打水晶先锋，真鸡巴卡！我放 W 都出不来，操！先来个铁刺鞭。先来个铁刺鞭啊！这个铁刺鞭就是以前的提亚马特削弱版，没有 AOE，但是按主动效果跟以前一样。铁刺鞭。看看这铁刺鞭的虚区，看着没？
加了十点攻击力，铁刺鞭。这波铁男死了，在这等着啊！这些一说啊，铁刺鞭 W 一手 A Q 转起来，游戏结束。小伙子，你还跟我出疑似的章节？你有问过谢娜吗？啊？跟我出这种东西？这斯卡拉咋又来了呢？哎，这铁男也有闪现，把他闪打了吧呢？哎呦，给我吓到了！哇，这狗熊有这么猛吗？哎呀，差一点点呢，兄弟，你就差那么一点点呀。把这斯卡拉给我杀了，这斯卡拉。哎呦我真的是有点卡呢。看不懂的装备，这个装备是以前的小兵锤啊，但是现在 A 人是回血而不是加速。这个铁男不收兵了，200亿延迟能玩？能玩啊，这不玩的挺好的吗？你们看着我肯定不卡，你们看我，我看我是不卡的，但我自己玩起来是有点卡的，你知道吗？这铁男还来不来了？兄弟，你玩不了了，你再不来，我跟你说，六你都升不了。现在要斯卡拉来呀，那斯卡拉来就双杀了，那个血这没有啥用啊，那血这。干哈呢？哎呀，等一等吧，这人不知道上哪去了，挂机了，一个兵不吃，不吃拉倒。铁刺鞭，人儿呢？11号国服更新，现在7号，嗯。我马上咳血战俘了，那铁男呢？这个人呢？这就挂机了。
出来了。我操，兄弟，你干哈去了刚才呀？那这波塔下兵不能让你吃的，这是你听见没？这波塔下兵你肯定是吃不了。好大，他死塔了，这血着的蓄区有点高啊。什么装备这血着？我看看，涡轮炼金罐。哎呦我操啊，这是那什么，这是正义荣耀。那铁男没打过那刀锋，我可血战斧了啊，我可血战斧了。炼金朋克巨链咱就不出那玩意儿了，可血战斧下一阵装备出什么告诉你们，出这个贪欲九头蛇。可血战斧、贪欲九斗蛇、死亡之舞携手加春哥，明白吧？那黑切往哪放呢？我想想啊，春哥不要了，换成黑切，无敌。第二件其实可以黑切。我们这新月加可血战斧就是上个版本的那个提亚马特了，结合一下。出装备出挺快呀，29个刀能出来兰德里的痛苦。我没想到啊。这人就搁塔下挂机，刚才可能是。长吗？有人来没？我来个可血战斧。快点快点啊，放 W 把这塔拆了，赶紧来个塔皮。2100差点钱。这个铁男现在肯定以为他能打得过我，我跟你们说，他现在100%以为能打得过我。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边让他打我们。可血战斧，不打呀？啊？让你们看看这可血战斧。打了，可血战斧没出来。哎呦，这真卡呀！释放技能释放慢了，要不然这可血战斧一除。250滴血啊，至少250滴血，已损失生命值12%加52。下一件死亡之舞，别怕，我到了。
翻墙杀斯卡拉 ，nice。跑的真快呀！给他跳弹打回来，往哪走？和谐战俘。下一件装备，我们出死亡之舞。看着会有点卡，嗯，强攻你一口，好，我们死了，这波有点小送啊。这斯卡拉可挺烦人呢，怎么哪都能碰上他呢？这斯卡拉。右边有水晶先锋，水晶先锋来了，水晶先锋。先整个皮鞋吧，先把皮鞋给它除了。铁板鞋或者是水银鞋，铁板鞋吧，水银鞋。先来个水银鞋。把这水晶先锋给杀了。200亿颜值还是有点高，稍微再低那么一点能好一点。那两波要是没卡就好了。现在我们马上13级啊，这波我们挑战一下1打5，好吧，挑战一下。虽然我们有点卡，但是我觉得可以挑战一下。水晶先锋来其实是没什么用的，因为即使来他打我们也不掉血。谁来呢？最好是多来几个。好，先让他控我们。EAQ 转起来，九头蛇 AR 再转，杀一个啊，杀一个，杀一个，其实不太好啊，这怎么才杀一个呢？这咳血战斧咳血出来给我点盐了，谁有减治疗效果呀？点盐吗？啊，点盐，我就说嘛，这波要没点盐的话应该能好一点，这波给点盐了。55级速等于一半吧，20多，快30可能。其实20分钟这些血还行，不算太脆，出个九头蛇其实可以。这刀锋干啥呢？这小蝎子，斯卡拉，赶紧的，下一把结束。这斯卡拉这把稍微有点讨人厌，他肯定不卡。这斯卡拉一看就不是一个卡人儿。
赶紧下一把，这都拆没了。下一把再来教学啊、哦！这把先不教学了。第一把上来，我们让人拿一血了，这就无法教学了。下一把